好，同学在问啊，掉连结的问题出不来，这个很简单哦。不过呢，在回答之前呢，各位可以看到啊，我们今天又换照片了。首先感谢呢，同学平常提供给我的照片哦，然后先给他一个掌声。好，掌声完毕了，我们开始来做跳连结，这个很简单哈。假设啊，好不好？假设啦，我们开始要来写。你写了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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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字啊。好啦，开始啦。那我们要从前面按下去呢，跳到最后这一个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首先呢，在这个地方，你要跳到的地方呢，你要按这个有没有一个锚叫锚点？对，它停在那边就按这一个，对，按这一个。那你记住呢？打一个你要的代号，我们这边是 A1 啊、哦，打一个你要的代号，我们这边是 A1，砰跑出来了啊、哦。那个你要记得这是 A1，因为你可以设很多点，每个点呢你都可以设给它不同的名称啊、哦，这样子呢电脑就会知道应该跳到哪边去了。啊、那我们假设是这个地方按下去要跳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跳按下去要跳，然后按 link 有没有？好，跑出来了，按这里哦，按这里有没有？有没有找到 A1？刚才那个 A1。OK，好，然后按 OK，好，这样就好了啊、哦。基本上你按这样子就 OK 了。我们看 Preview 啊、哦，我们看 Preview，啊、哦、Preview 现在这边跑不出来啊、哦，这样子就没问题了。那可是呢，基本上你要把它存档之后到网页去看才看得出来。所以呢，我们来跟它另存新档啊、哦，然后打一个 SSSSSS，好，OK。好，我们把它存在桌面。好，存起来了，对不对啊、哦？存起来。然后呢，我们在桌面找到 SSS，然后把它打开，有没有看到？啊、哦，一按，呼就跳下来了，有没有？啊、哦，一按就呼跳下来了，就是这样子啊、哦。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跳号连结的做法。好，我们先讲到这边，谢谢各位。